编年完成。哇，差好多，判若两人。想知道这是谁对谁？啊，这我觉得这个是陆佳怡对上蔡依林，真的，真的耶，真的，真的耶。好，接下来 PK 什么呢？你看，哇，变脸，变脸，变脸，川剧变脸吗？有可能专辑变，那很难哦。啊，不变过了吗？变过了吗？变过了吗？是搞错了吗？是吗？应该不会，我们制作单位哈，你不要看那个字，都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。有可能找一对情侣来吵架变脸，真的变脸。原本是恩爱的，直接变脸，那会好看吗？新分手擂台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相信。很多人看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相信，除非再走出来真的是情侣，好不好？先看谁好不好？来，请出场。哎，真的耶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的耶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真的！来来来，哇塞！来，介绍一下这位女生是谁？她是我的朋友，她叫小拉。哦，小拉，今天卸妆，她化妆前卸妆。她化妆前怎么样？化妆前怎样？就如同我的梦中情人一般。化妆后啦，化妆后。他化妆后就如同我的梦中情人一般，会让我心痒痒。哎呦！不过卸妆后呢，是让我脚痒痒，想踢他的脸，想让他堕回人间，踹回人间，踹回。意思就是说，他化妆是美如天仙，但是他卸妆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。就哦，卸完妆就踹回人间，这样要不要押韵？要押韵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他们是情侣吗？哎，请问你们是一对是不是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很好朋友。那你平常有看过他平常是不是都化妆跟你们见面？平常他一定要化妆，超过十个人以上他就要化妆，不然他觉得不礼貌。了解。超过十个人啊，他有在算人就对了，八九个就算，八九个就算了，看值不值得，对不对？化妆品听说他们真的差距很大，很惊人就对了。哦，哎，你们是情侣的吧？对，我们是情侣，看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这里面受伤最大的是他。为什么？被骗。情侣啊，男朋友。哎，所以评审们，我们今天比的是什么？比差异程度哦。好。前跟后，然后你从里面先看起。不然这样，我们要先来看他化妆很正的样子，请看。看一下下片。哎呦！哇！哇塞！哎，我知道这个人。好正哦。是不是无名的正妹叫做小拉？我好想跟她要电话。答对了，我真的，如果在无名，我看到这个女孩子，我一定会点进去，而且会想留言给她，会想跟她要电话。她好甜哦，这么正的女孩子，根本就是在做网拍那一种的啊。而且我觉得很好笑，我们白队的 Mike。他一看到他脸露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摇头。你摇什么头？怎么样？为什么摇头？你说这个骗人的吗？不是，这样赢不了，这样赢不了。怎么可能赢不了？你女朋友会比他漂亮？真的，羞憨呐！真的，绝对。看看老婆，卖欧贝矿贡了。看老婆的照片有多好看，请看。哇！好辣哦！哇，你老婆穿好清凉哦！哇，好辣哦！好 Q 哦！快点，还有第二张吗？还有第二张吗？第二张好不好？还在。哎呦！他眼睛好大哦，好像那个日本名模，那个什么 Lina 那一种混血混血儿啊，看起来像看起来像日本的名模，就卡哇伊，而且不会输 Makio 呢，哈，对呀，对呀，你摆跟他摆一样的动作来 ，pose 呗。眼睛，来眼睛，要可爱一点。他眼睛在无辜，在无辜，在无辜一点。难道我比他老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年纪不一样。对啦，有的拼哎，真的，两个都很漂亮。不是，这两个如果在网络上不得了啊，疯狂，一定跟他留言留电话的。是林，这两个长得漂不漂亮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而且很有日系那种广告的感觉。刚刚我一看就觉得哇。有一点心动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可是我想知道，说今天就是要把两个正妹活生生的毁掉。没有，而且要反差大的哦。你看他现在那么正，等一下要变很丑。对不起哦，我可以先偷看一眼吗？我先偷看一眼好不好？偷拔一下。怎么样？赢了吗？你哪位啊？我的妈呀！哇！是吗？是他吗？你不会退货吗？那让我想到我过往的阿宙啊，过往的阿宙，不是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哎，你这个男朋友会不会太狠了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跟他认识多久？他开始卸妆？哇哦，大概
两年吧，两年才卸妆啊！他真的很会，他睡觉也化妆吗？对啊，他想要让我看到比较好的那一面。睡觉也化妆？睡觉他都会转过去，关灯，转过去，戴眼罩，从那个浴室出来就关灯这样，然后睡觉的时候转过去。我可以看你古人了哈。哎，这样我们有一点心理准备啊。三、二、一。对，怎么可能？等一下，你是谁呀？是同一个人吗？蔡圭姐吧，圭姐吧，差好多哎，怎么可能？不是同一个人吗？傻眼哎！怎么样？那个宛若这称得上诈骗集团了吧？对，可是我就觉得说，如果他这样子的话，表示他化妆技巧非常好，很厉害。我觉得我可以出彩妆书了。你赢定了耶！哎，你是就是后面那个人是命很好的，这个是很命苦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衰脸，而且弄得像包租婆一样，而且你发觉到他后面那个苹果肌真的很漂亮哎，你这边苹果肌看不太出来哎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个怎么？哇塞，他嘴型多呀！我干嘛好？你化妆要林清喜猜写，这样写林清喜欧贝。对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在购物台，他可以退货的。他达到退货标准的，如果在购物台，小拉正妹，你先各位，我先看一下，会不会差很多？哎，借我看一下，借我看一下。我们赢了吗？还是输？借我看一下，借我看一下，借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讲。怎么样？我们赢定了吧？没有，我们赢，我们赢。他们实力好坚强，很接近，我们赢，知道？要很接近，没有关系。你看，这样看一下。我的妈呀！吓死人了。好，我这样讲，各位，我形容一下。他说：“你像看到他过世的阿祖，对不对？”嗯，我看到他想唱一首歌，阿妈今妈你的道理，怎么像这首歌呢？会想要唱那个周杰伦的《半兽人》呢？你很快，来注意哦。OK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数三二一，自己拿下来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。哇塞，骗人！骗人！可能是同一个人，不可以同一个。对，不同人。我看我们赢了啦，我们赢。他是他拿掉眼镜，拿掉，根本没有眼睛，都有近视。来再一次，眼睛差好多。同一个人，后面是谁？怎么可能？等一下眼妆啊。对呀。你的眼睛是怎么变那么大？四零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我不能接受，因为我的眼睛现在这样，我你是可以画成这么大的吗？那为什么不早点教我？对呀、啊，你觉得你比较好看，没有化妆，你比较好看，他比较好看。是我了，你哦，他的皮肤比较白，比较白。皮肤很，我们一定的，我们是看差异度。可是我觉得你们的眼睛比较大，对，对，眼睛比较大，没有。但是他痘痘真的很多哎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认为烂掉。我认为你还是有迹可循。我没有，他是判若两人，他是判若两人。你看他肤况超好的，你看他的眼睛，他有眼睛吗？还有他肤质，我是美工刀割出来的。哎，他皮肤弄好还要补土。而且你看我眼袋那么大。来，你给你一分钟讲自己有多糟，来，开始。真的不用这样。而且我还有抬头纹呢。还有嘞。而且我嘴唇太厚，下唇太厚，然后耳朵又招风耳，然后满脸豆花。换你。看男朋友的表情，情何以堪？有没有？来，换你。肤色不均，眉毛高低啊，大小眼，然后龅牙。哎呦，他更龅吧？要来了。哎，这样比较起来，那个白队真的还蛮甜美的哦，对不对？要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白队比较可爱啊。三、二。一正式比赛！天哪，你是谁呀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相信照片中的正妹和他们是同一个人吗？先别急着转台，你给我化妆品，我就给你大美女。美少女变身第一步骤：脱下居家服，换上高跟鞋，玲珑有致的身材，恐龙马上就要变正妹。接下来彩妆秘技大公开，看看这两位阿桑，不是正妹，如何将彩妆变成易容术？到底要怎么从素颜单眼皮变成电眼美少女呢？睁大你的眼睛，你绝对不能错过接下来的不可思议的画面。哇，我们要变脸，最重要的就是眼睛的，只剩下眼睛了。对，就是画龙点睛的地方了。对，两队来，加油，来开始。来，小拉，开始。哇
现在已经跟其实现在已经差了，已经漂亮了，很修炼哎，现在已经想很有自信了耶，对，变得好自信，现在这种感觉已经会想要跟他聊天了，对，转一点，慢慢开始，刚才呢，刚刚看到他就当作不认识一样，对呀、啊，哇塞，怎么会这样？看一下这边哦。哎呦，大小眼了，大小眼的感觉了。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陈国华的老婆，哎，叫 Ivy，Ivy 有没有像？有有有有有，有那个味道。我看一下两只眼睛，美女啊，跟两只眼睛，哇，超好，他这大小眼哎，哇，哎，男朋友好骄傲，还笑得好开心哦，真的真的。你真是一个很度量很大的男人，真的很正。还没有，你现在快乐的时光要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画到那个后面荧幕那个照片，画多久的时间？25分。哎，你是不熟吗？你要回头看看这个人，他要看到底是谁啦，看到底是不是你？来来，这样高度。你25分就可以完成变成那个样子。现在蛮快的哦。那很快啊。化妆就是熟能生巧。现在在画眼线呢。最后的你要给哇，哇，眼睛大一倍，这大小眼了耶，真的眼睛再大一下，再大一下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厉害哦，哇，差很多呢，真的差一半呢，差一半的大小，1.5倍。艾莎，你素颜是什么样子啊？我有素颜，有啊。有眼睛吗？有眼睛很大，就是眉毛比较淡一点。哦，那会比较眉毛比较淡一点啦，比较淡一点，心情比较 happy 一点，眉毛淡一点。没有差很多，真的很漂亮。真的哦，哦，睫毛要来了，你看睫毛，好，戴上了，戴上了，戴上，第一个睫毛来了，第一个睫毛来了，要粘在哪一个地方？差太多了啦，哎，真的太，要很靠近自己睫毛。看镜头，先看镜头。两只眼睛呢？两只眼睛呢？哇！再高一点，下巴高一点，眼睛大一倍，他可爱的 feel 就来了耶！你们现在知道我当初在夜店跟他认识是怎么被骗的？真的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就是被骗的过程啊！对，他回家一样样拉掉，对不对？哎，说实在，你第一次看到他素颜，你女朋友素颜，你有没有非常后悔？说实在，你有没有想要跑掉？我有，在我众多的就是好朋友里面要做一个抉择，可是他。人比较有趣一点，我比较喜欢跟他相处，了解他个性好，对对对对，不要看外表，要跟很多的男人说，很多男生都说那女生有没有卸了妆，那个睡起来那个都很难看，你永远要记得，不化妆的人是永远在丑，那至少他是睡觉的时候那个，对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，她可能这么用心化妆就是一个漂亮女生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还可以跟那么好的男朋友在往，对，你算很好的，你有概念的。真的，加油加油！戴了吗？戴了，戴了睫毛了，好甜美啊！来来来，试试看。真的耶，他是走比较自然系列的哈，比较自然风的，对。哇，这只眼睛，哇，好甜美，变得好有电了耶，好有韩系的那种味道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韩国明星应该都是骗人的，我觉得。真的，是男生比较惊讶，我觉得男生好惊讶哦。哎，还男生好惊讶哈。哎，所以现场的男生们，因为这个女生小拉还没有男朋友，现场男生，哎，她化完妆会想跟她认识，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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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一二三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艾莎你要想啊，艾莎也要啊。我遇过很多的女生说，我不要化妆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要化妆？她说如果化妆前后卸妆，那个男朋友就不认识我。我说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完全不化的话，他一辈子不想认识你。不要做黄，不要当黄脸婆啦。对啦，不管几岁哦。你化起来漂亮，为什么不化起来？对对对，我被拿开，看看技巧，看拿技巧。哎，够辣的了，对对了哈。再加了个角膜变色片，有没有？对。啊，对啊，来往上看，颜色不一样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好会去拍广告了啦！无名的正妹又来了，对，无名的正妹回来了，快这边，快这边，广告了啦！这两个可以开班授课了，真的。没有，他其实你是不是已经在那个你的部落格上面教学了？嗯，还有在其他节目上面也有教学。那你因为教学赚了多少钱？没有，都是义，还有义工，义工啊，义工上下，两位都是无名的正妹，你不要小看哦，他是无名上也是前十大哎。如果是要让双眼皮更双的话，不可以再用黑色的，就有些女生会用黑色，用透明的，不要再用黑色，用透明的就对了，透明的就很像就是双面胶条那样子的功效，可是那个女生可能会失误。那你这个也是粘睫毛的吗？同一罐就可以，对，一罐就解决，一罐两用就对了。来吧，来吧，神奇的。注意哦，
这一定双眼皮的神奇双眼皮，动作好快，出来神奇，就这样子吗？来的呀，这样妆不会脏掉吗？让它弄干，好紧。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，有一点半干，对对，半干，一点点。然后他都会附这种，这个是一定有，或者是拿毛巾，这就是那个那个妈妈晒衣架有没有？Vicky 晒衣架，涂完就都丢。一点点，嗯，半干半干过去就可以了。半干的时候，大概知道在哪里。对，哎呦，搓眼球哎，哦，好厉害哦！哎呦，那个勾就被他挤出来了。哇塞，搓眼球，好塞雷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哇塞，哇，神乎其技！哎呦，更大，眼睛怎么变那么大？哎呦，哎，我觉得这一招太强了吧！恐怖啊！他突然乘以二哎。对，哎，我觉得这一招是必杀技，必杀技。最后十秒，十，来吧，九，八，加油，最后，最后修容，修容，加油，加油，苹果肌，苹果肌，四，三 ，pose 都来了，充满自信。实在太不可思议啦！两人的妆前妆后大对比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谁的差异最大呢？变脸完成，哇，超多，判若两人。小壮，这是谁对谁？啊，这我觉得这个是陆佳怡对上蔡依林，真的，真的耶，真的，真的耶。好，我们现在最后加分哦。所以评审请仔细看清楚了，因为他平常都会自拍，所以我们要麻烦镜头哈。来，白队往前走。来，哇，小拉加油，还有最美的镜头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好有自信的感觉，看起来就像名模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好 Q 哦、喔，好 Q 哦、喔，好可爱，好正哦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，都忘了，都忘了，来了，高镜头来了，高镜头来了，高镜头来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哇，正点正点，好可爱，他好 Q 哦、喔，嘉怡，对啊对啊，蔡依林要来了。蔡依林来了，加油 ，Kitty， 好可爱哦，这变了一个人呢。那个前面那一排的兄弟嘴巴都张开大了，真的，好性感哦，性感哦，他走 sexy 风的，哇，还有扎眼睛的，放电放电，你可以坐下来啊，可以坐下来啊，让他坐下来，哇，好性感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哇哇。对，就这个角度哎，就这个角度哎，好像蔡依林刚才那个角度，再回去，再回去，三点拍，三，哇，蔡依林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像蔡依林哦，嘟嘴巴，嘟嘴巴，嘟嘴巴，哇，好厉害哟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迷死人了，好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哇，他不回来了耶，谢谢，好漂亮哦，来来。太恐怖了，而且你看男生看到女生那个都已经骄傲成那个样子。我觉得他是可爱风，他是性感风。看着他，看着他。虽然你一直都是保持你没有卸妆的样子两年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在怀疑你的皮肤是不是因为那样变差的。哦，他说的这句话了耶。然后，对啊，虽然你没化妆的时候，发线很高，然后有。不是，你看我认真，我认真讲，对，他真的讲真话，对，真心话，他讲起来蛮大嘴巴的，真的真的。然后呢，继续，发线很高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招风耳，然后有厚道跟皮肤不好，这样的吗？有，就是化完妆之后，化完妆之后真的还不错。其实没有，其实我还要再次澄清一下，我是看内心的啦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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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而且你看 Kitty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这样子，这一段好感人，好感人呢。以后啊，睡觉的时候啊，以后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用再背对我了，你直接转过来，我抱着你睡觉就好了。真的吗？亲一下，亲一下，垃圾，垃圾，不化妆的时候，垃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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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一下，垃圾，这是真的男女朋友。评审，我们今天要比的就是变脸嘛，就谁的差异度最高，前跟后哦，谁从谷底翻身最厉害，好不好？请决定哦，请准备，到底是红队呢，
还是白队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决定。耶！恭喜，拥抱来，拥抱来，拥抱来。那个宛若老师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的那个妆，其实因为他包含他的发型，然后妆，然后一直抱一直抱，小心穿帮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哦。对 ，happy 嘞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睫毛贴的角度，都把他整个，然后其实他有个最好就是他的脸型其实非常漂亮。哦，脸型就好，脸型很棒，对，像蔡依林啊。他还没有化妆前，我不觉得他脸型好看呢。对，现在觉得他脸型好看。对，其实他脸型很好看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呢可以改变的地方很多，但是脸型很难改变。不过我觉得我们这边真的很阳光，很可爱的。我觉得他的技巧很好，没话讲，尤其他那一招用那个晒衣架弄那个眼睫毛那一招。太炫了，来一招，真的太厉害，运动家精神，来握手，拥抱，拥抱，拥抱，来颁奖，颁奖，正妹，颁奖，颁奖，都是正妹了，颁奖，颁给红队，你们一起领奖，因为我觉得男生因为有包容，而且欣赏女生，看到女生的外在也欣赏她的内在，当然，颁给两位 Mike and Kitty， 恭喜恭喜，变脸冠军，恭喜。